不同 boss 的宝宝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不同 boss 的宝宝， boss 还有宝宝啊？当然了， boss 也是有宝宝的，只不过玩家伤心的时候看不到，他们会躲起来。哦，那想看宝宝怎么办？那还不简单，我们使用下线神技就能看到 boss 的宝宝啦。啊，真的呀？那么还不快走？这虚光影在干嘛呀？我拍了半天怎么也没看到虚光影的宝宝。爸爸回来啦。爸爸，我的宝宝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儿子怎么回事啊？天天欺负我的宝宝，过分了吧？这是他欺负的是吗？是的，爸爸。你敢欺负我的儿子？怎么了？你儿子天天欺负我的女儿，你不管教我替你管教是吗？我是迷你最强的 boss， 我的儿子就是最金贵的，欺负你的孩子怎么了？你这是蛮不讲理。实力就是本钱，不服干一架啊。怕你啊？我一定不回来的。真弱啊小王子，这个虚光影也太嚣张了吧。没办法，毕竟弱肉强食嘛。你看小虚光影走了，我们跟上去。你们几个过来，你去帮我买吃的，你过来给我按摩。至于你长得太丑了，滚吧，在这里碍眼。不是吧，虚空幻影宝宝太可恶了，他怎么可以欺负别的 boss 的宝宝呢？是啊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我们去帮他。哎，好像不用我们，来人了。我不许你欺负他们。我当时谁呢？原来是冰云巨魔的宝宝啊，他没断奶吗？就出奶呢。哼，不许你欺负人，这是不对的。我爸爸是虚空幻影，我欺负人有什么呢？我有欺负，你让他们感动一下吗？哼，强者欺负弱小是无能的表现。再说了，他们怕的是你的爸爸，不是你。哼，屎胖子，你是不是想屎啊？你快走吧，不要管我们，他附近虚空也很强的。是啊是啊，你快走吧。还想走，看我的虚空冲撞。哎，我撞我撞。这个虚空影宝宝太逗了，冰巨魔宝宝纹丝不动呢。我们来帮帮他。谁打我？嗯，有其他人。你给我出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闹鬼的吗？看我铁拳。啊，你可恶，你们几个快告诉我的爸爸，让他来收拾你。哼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闹鬼了？救命啊救命啊。干得好，让这个小虚空幻影欺负人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谢谢你。虚空幻影很强的，以后你怎么办？没事，我的爸爸也是很厉害的，雪山的霸主，未必怕他火山霸主虚空幻影。小王子，我们接下来干嘛？去召集虚空幻影去，让他这么嚣张。嗯，正有此意，我要叫奶茶汉堡辣条都来，一起教训他。